我觉得大家有点怕我爸爸，他没有禁爱令，但他每次都会说找到就带回家给他看看。谁敢啊？对啊，谁敢啊？所以就没有人要，没有人要来靠近我。我现在方圆一百里都是女生。李子妍母胎单身，没人敢靠近我。征求勇者叫李罗岳父。我在努力，想要有一天人家讲李子妍的时候会知道这是谁。不要讲说可能李罗女儿、熊家杰女儿才知道这是谁。A 是的，眼前这位水水是资深演员李罗的爱女李子妍。目前19岁，就读师大的她和 Per Six 几位成员一起组队参加女团选秀新节目《未来少女》。就是真的很紧张，我们现在训练的时间都是拉一天6到10个小时以上，因为就是我就可能就会想说，哦，我今天跳不好，是不是就会被下标题说李罗女儿跳不好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会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。目前节目还在录制中，只是担任少女主理人的黄子佼近期因为性骚风波请辞，恐怕只会出现1到2集。其实我们那时候录制的时候，佼哥是没有跟我们在同一个现场的。就是他是在另一个棚内，还没有太多这个机会面对面讲话，就是包括他点评我们的时候，他也是在另一个棚内，所以我们是看到影像，就是他的点评都非常专业，就是我们会好好记得他第一二集给我们的建议。那你对于最近性骚扰学校发生过类似的状况吗？我觉得比较没有。我觉得大家有点怕我爸爸，因为连恋爱都没有人找我恋爱。对啊，对啊，一直都没有谈恋爱，就是没有人敢跟我谈恋爱。大家可能一想到要回去看爸爸，然后就会觉得算了。我爸爸妈妈有去算命，然后算到我28岁之后才有正缘。他没有禁爱令，但他每次都会说找到就带回家给他看看。谁敢啊？对啊，谁敢啊？所以就没有人要来靠近我。我现在方圆一百里都是女生。我觉得蛮难的，真的没有人敢找我，我真的很好笑哎，真的也没有啊，还是因为我在学校没有打扮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总结出来，我好像比较喜欢偏长头发的男生。艺术家。对，曾敬华留长头发，我就觉得很帅。所以不是像爸爸的那种类型。爸爸的类型哦。嗯。嗯。Oh no！ 是比起团体，你会不会更希望有机会一个人？我会希望之后有戏剧类的可以就是去尝试，因为毕竟我有爸爸可以取经。应该说我之所以想要踏入演艺圈，一部分是爸爸，另一部分是因为我很喜欢，当初很喜欢，直到现在也是很喜欢一个韩国的团体 Seventeen， 所以才想要走团体。有一个女团，虽然他们是男团。对啊，对啊。没有，这个没有，受宠若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。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，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